近日由国产人气动漫《雏风》官方 IP 授权改编的《雏风之煎饼少女》正版手游，接下来就和奶爸一起来看看这款国漫 IP 手游怎样吧。《雏风之煎饼少女》与原著有着相同的世界观，而游戏的剧情背景也将从原作第一部开始。在游戏中将扮演原著中男主人公的角色，以主角家为基地，与身边的女神级煎饼美眉们一起解决各种危机，在还原原著剧情的同时，还能开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热血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雏风之煎饼少女》正版手游中融合了知名 IP、日漫画风、清爽的动作设计体验、热血的精神格斗以及美少女养成等众多吸引力十足的游戏元素。无论是对于原著动漫的忠实粉丝，还是射击格斗、养成等多个领域的手游爱好者，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在游戏中，白化学姐真是近战 ACT 风格的代表，她不仅攻击力高，还将各种格斗技巧融合到了一起，随时可以利用自己的敏捷的身手出现在敌人面前，发动致命的攻击。至于琉璃，则是一位高科技煎饼战士，在枪械方面有着出色的能力，不管是手枪、机枪，还是威力巨大的火箭炮，都可以驾驭。而 Zero 女神精通枪械、刀剑、远攻、近战。游戏除了带来很多养眼的角色，还为玩家们提供了射击对战跟近战格斗结合的游戏体验。雏风之煎饼少女还拥有恋爱养成系统，每一位玩家都可以在游戏中追求自己心仪的角色，并通过互动对话、情景剧情等环节不断培养跟女神的好感度。当好感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可以将专属女神带回家。好感度的提升对于角色的作战能力提升也是很有影响的。雏风之煎饼少女画面还算精致，无论是地图还是关卡的设计都十分的有特色，人物的设计上也是很唯美，轻松的背景音乐、萌萌哒的对话加上简单操作，怎么看都觉得更适合女生。喜欢的小伙伴再继续等待一下吧，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了。